农历正月初十，情人节，希望你的身边有人陪你看一分钟。小红向大家问好。今天的科技新闻有：小米今天发布 MWC 2019宣传海报，暗示小米9将会是景深主摄像头加上广角三摄像头组合。同时，小米创始人王川在微博上晒出了小米9的首张样张，并表示主要是看小米9的解析力。而雷军为了宣传小米9，不仅放出了真机图，还与 TFBOYS 的王源开启尬聊模式。雷总心里有多苦，大家看表情就知道了。三星 S9 系列将于今天推送基于安卓 9.0 的 One UI 正式版，同时三星 S10 加的真机上手图曝光，贴膜做了挖孔处理，看起来像开裆裤一样。微博账号乐檬手机与联想手机官微有互动，看来联想是要借着子品牌大潮的东风让乐檬复出了。宝马一系2019款正式推出，售价区间19.99到26.99万元，除最低配外，标配运动套装配备新样式包围、扩散裙、侧裙、轮圈及黑色车身装饰条等，并且使用了全新多功能方向盘，发动机改用 1.5T 三缸和 2.0 低功率两款，号称年轻人的第一台宝马，这个价格穷鬼老杨还是买不起。今夜前方战事吃紧，单身的小伙伴请长按点赞激活素质三连，极简又拉风，每天一分钟。